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场挤爆民众，大家都在争自己排了很久，现场乱成一团，是什么事情让他们排到暴走？原来是一次涌入了太多家属要进入监狱所探亲。前面排队排多久？一个小时了。你前面大概排多少人？我也没注意，就是拢即几个，拢无哩叮当啦。宜兰监狱从10号开始展开为期3天的中秋节恳亲会，共分了6个梯次，早上下午各一梯次，但开放第一天就涌入了1320位家属，造成作业较慢。在祭猜部分，许多民众排队排了1个多小时，现场还传出有人插队，还可以出去办事情，然后再回来重新摆。整个监所相当吵杂，骂声连连。监方加开窗口处理，加派人力要维持好秩序。目前监方也有加购 X 光机，未来可以避免人潮因忌会客菜造成的拥挤情况再上演。